家人们，下午好啊！现在我们跟家人们分享的是，视频画面当中的这一个，老姓了哈，老姓五彩芙蓉的一个名家哈。俏色巧雕的一款这个作品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童子哈，一个童男，一个童女哈。这个开脸，还有这个童子的形态，雕刻的非常逼真，然后非常的喜庆哈，加上这个老姓洪福隆的这个子弟哈，是属于蜡烛红哈，蜡烛红的一个子弟哈。然后这个配有这个底座了哈，有一个底座哈，